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五百罗汉向天台，祝愿前方安如来，万千万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我们将引领大家走进混元禅师的艺术天地，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感受宗教与艺术结合。墨宝本身所具有的宗教意义与截然不同的艺术境界。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啊，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啊，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赴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啊，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赴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啊，交旨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生苦与供养，挥毫。说这一次，要来看这个要谁，看这个要谁，这一站。阿拉卡这个话说，卡这个话说，说说说，一卡卡这个说说说一下，阿拉哆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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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卡这个的话说说，那那那那那卡这个说说说说说。世有尊者，宗主开示，世有尊者是五尊者，在日本福冈和歌山上附近很高的山上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天须与山天大须两卦之间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世有尊者。Thank you.
宗主浑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有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师父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大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这一张，哈拉卡这个都要这一张，这一张，那卡卡这个都要这一张，这一些，哈拉卡这个都要这个都要这一张，这一张，哈拉哆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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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这个都要这一张，这一些，哈卡卡这个都要三，那那啦哆啦，哈这个这个这一张这。心中一想法界。满宿尊者，宗主开示，满宿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中国大陆华山，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水天虚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满宿尊者。法宝丛书《禅境书道集》，浑元禅师序言当中，让我们了解龙形如意字体的背景渊源，龙形如意墨宝的精神内涵，也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龙心、龙性拥有更深刻的了解与体悟。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均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
奥妙无可言喻。龙的飞舞是无形无相的，活跃在人们的心中。龙是生命至尊的表征，更是代表人性生命尊贵与庄严。龙在中华文化中是帝王尊贵的崇敬法相。其实帝王之龙袍所象征的真正禅意，并非帝王自称为龙，而是天地万法借机示现教化众生，自信心中皆有平等的龙心龙性。哆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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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苏克吉奥塞造塞扎，哈啦哆啦哆啦哆啦啊哈苏克奥塞造塞，哈啦哈苏克吉奥塞造塞扎，哈啦哈苏克吉奥塞造塞扎，呀哈哈吉奥塞哈苏克吉奥塞造塞扎，那那那那那啊哈苏克吉奥塞扎。禅陀尊者，宗主开示，禅陀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仙佛寺后山的草寮子，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天大幢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禅陀尊者。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五百位尊者围绕阿弥陀佛圣像四周端坐其中，尊者们各有独特的姿态神情，各有不同修行法器。宗主开示，五百罗汉尊者是阿弥陀佛的五百位弟子，在向世人显现世间众生相。当我们举目一一凝望，似能感受尊者正专注聆听我们的心声，正在启示、指引、加持、护佑众生。今日由宗主混元禅师以身口意供养，借由毛笔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特别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在五百罗汉如来园顺利求子，家庭圆满。在，还看看这个制造在，亚人看这个这个制造在咋？阿拉哆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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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这个制造在这。哈拉哈苏格的药水，哈苏格的药水，做在扎，哈拉哆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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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那那个哈苏格在做在扎。
越敬尊者。宗主开示，越敬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普里大余岭中央山脉。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走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就可以在地面罗盘中风雷翼与震为雷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越敬尊者。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书写53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今年2022年，80高龄的混元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墨宝，雄浑苍劲的笔力流露修行者的毅力与决心。坚不可摧的金刚心，致以继业，为冥阳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奉献。师父以自身来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柔性与慈悲，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精进。大天尊者，宗主开示，大天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圣母峰。这位尊者功夫很好，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山天大序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大天尊者。
一看这个要再看找再见，原来看这个要再找再见，原来看这个要再找再找，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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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要再找再见，还来看这个要再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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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这个再找再找再找。敬藏尊者，宗主开示：敬藏尊者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山脉修行，这位尊者是五尊者，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天大幢与风天小序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敬藏尊者。岁次任影，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经典，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当中的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6斤重大毛笔，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静心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80高龄的混元禅师一笔挥毫，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一一落款，以至为谦和前进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静观每一幅墨宝，每一笔线条拥有多样笔触，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500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1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钟到下午5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500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